他是个好孩子，比他两个姐姐都要懂事。你看他一笔一画记得多清楚，有些账目不清楚的，他还能查出差错来，这就是有天分了。管家李氏，必是把好手。再有一层，明兰几句话给你提了醒，使你在皇宫脱困。他有这样的见识，家事上也能一碗水端平。那就让明兰暂代管家。两位姐姐安好，我来晚了。六妹妹分院出去了，头一日回寿安堂请安，祖母啊自然是舍不得放妹妹走，哪像我们呀，才说了两句就被打发出来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祖母就是喜欢瞧小六，就是不喜欢瞧你，你羡慕也羡慕不来。说的是啊，如今六妹妹是祖母心尖上的肉，又是当家的人，就算迟些给大娘子请安也没什么，大娘子难道还能罚你不成？请坐。